酱啊，酱，刚刚是不是你拿？我就想问一句，我们三个人在电闸室门口聊天，我们说我们就互相问，就待在那后，待到电闸室里面啥也不出声，然后咱我们三个，那另外一个老手子。 另外一个老手子，老手，他他他。他
那谁拿了他妈的纸卡自己跑了呀？ 给我混沌玩玩呗！这个人是谁呀？